在人间即苦道，弘德正等彼地，菩萨文殊用慧，正行坚持理念，救生命，救慧命啦，做福慧，立人群啦，用心啊。人间、时间、在空间里，分分秒秒啊，都无离开时间的过程。时间是这么经过，空间是这么大，人甲人的中间啊。这奥妙实在是无法度去分析啦。这种无法度分析的道理，它就是真谛，是啊，真谛道理在空间、时间的内底。息息相关，可是呢，有的人无法度去用心体会啊。飞鸟、南飞、东飞啊，菩萨会合转来到台湾。要用多久的时间啊？从一万外公里，干那飞机、坐车，都要一两天的时间，要回来到咱家，互相来会合，也是为着。人间事，人间啊，苦难人，有一群呢菩萨啦，一直一直为着苦难人，克制不下，在迄个所在，沿着。不下众生，同体大地，苦在众生啊！咱不忍心的菩萨，所以呢，人苦我悲。这群的菩萨啊，除了劫难的时，菩萨去救这些苦难人，既然过了后呢，啊，这些菩萨呢，还是爱过来想啊，要安怎让这些苦难人长久呢，会当平安落来？哈，苦难呐！芸芸众生啊，安怎救呢？无法度救，啊就放弃咯。但是菩萨呢，就是爱想法救，毋是无法救，爱想法救，即群菩萨。就是阿弥，智慧等爱台湾呐、啊。先来讲讲，这个国家的苦难，这个人民的贫困，非洲目前已经有九个国家，组织人
行入去咯，而且呢，去甲因互动啦，所看到的每一家一户所接触，啊，实在是人间疾苦，菩萨呢入去啦。用智慧呢，去跟人互动，慈悲要安怎使用啊？就是爱慈悲，也都爱有智慧啊，爱彼此互动。尽管咱真无忍心意，这么一件贫困。自生自灭啊，拢亏欠。自生自灭就讲生活的物件啦，包括衣食住行啦，行行都是亏欠。要安怎来帮助？非洲的主祭人菩萨去到迄个所在。就是甘愿的做一个托奉者，在迄个所在，发菩萨的大爱，在迄大片的土地，用大爱去经营因，爱有下这个决心呐，这种托奉者的精神，就是爱。要有阿弥的心去经营啊，还要立志大爱，布善精进，还要立志愿，用大爱心，不只是经营，也搁多爱，该也精进，也搁多在迄个所在，唔是有当吃就好啊。咱爱过来想，安怎样来辅导当地的人，培育大心立志愿，唔是靠咱定定去帮助因，爱辅导当地的人，帮助家己，爱教因立心。立志，用大爱的心呐、啊，立志愿呐，这在迄个所在，菩萨精进啊，实在是真亏欠，也都爱咱家，咱的主祭人啊，菩萨啊。爱去跨越高的国家，这共遮的人当初呢，从台湾到南非，发大心入台湾，开始呢，安尼去经营啦，去拓荒啦，去发挥。大爱的精神，在遐布善精进，在迄个所在去辅导教育当地人，这种跨越啦，已经呢是第九个国家去咯，提当来伫咧报告，了解迄个内底啊，因所需。要安怎去帮助因？同款啊，爱将恩慈用爱，慈甲爱，智慧，拢从多管齐下去付出，发现到的都是当地的人。大家人拢真顺，
真清，心无欲念，无贪，无欲，单纯呐，堪得咱呢去用心去帮助因。但是这么大，这么宽，要安怎呢？菩萨道场呐，都伫人人的心。要安怎阁回归道场？大家人来思考方法。啊，这个人要思考的方法呢，要自动导航。啊，这个条件呢，就是伫人间即苦多，人间真正苦偏多啦。那会当知啦，方得正中彼地。咱知影人间的苦，大家人共同发心啦，发心才会当正中咱的慈悲，正中咱的智慧。为着这个代志，咱爱用心啦，啊，要用心呢。是为着人间疾苦多，所以咱要开始啦，培养咱家己的智、彼智啦。咱的这个彼心智慧，家己要培养出来啦。所以要发菩萨心，菩萨。文殊用慧，咱要正中彼地菩萨呢，咱来开始运转呢，这个足足都是和平啊！你甲我，你的心是安尼，我的心是安尼。大家人好气啦，共同一个目标，咱爱互相互爱，共同协力为天下呢苦难人，这种爱温慈，共同爱拢人人好啦，这叫做。文殊用慧，除了人人好，不是当烂好人，是爱去做一个呢有智慧的人，这种慈悲，不是黑白慈悲的慈悲，咱就是安怎样做好。分好清楚，安怎样呢？用智慧，咱家己来，人人提升呢，和气，大家人共同的心智呢，来为遐苦难人，治灭了因的苦，这就需要菩萨内在啦。心灵的道场一定要正行坚持理念，正行就是弃除烦恼，人我是非啦，别去听啦，听听一些杂音呀，咱别去给人影响去，别有烦恼。度化众生，去转变苦难为安定人间，这都要靠咱正中智慧，哎，正中彼地，哎，文殊用慧，这呢，咱一定啦，爱先清净掉了。遐杂念啦，
内心清净，搁家己爱坚持这个力量，这就是菩萨呢，袂用个欠少的毅力，一定爱有安尼，为咱的道场啦，滋养咱的慧命，发挥咱为人群付出的力量，所以救生命一定呢，爱先把家己的慧命救起来。来救家己的慧命啦，就爱知影正面者的代志，在人间疾苦啦、红尘呢、情中悲地啦、菩萨。温足用慧啦，静心坚持，安尼咱才有法度去救众生，因引众生的性命啊，伫咧等待咱去甲救。但是呢，咱必定爱甲咱的慧命增长起来，将伊的苦难呢，生命中啊。再增加因的智慧，所以智慧呢，彼此爱互动起来啦。那安呢，才会当造福慧立人群啦。这就是菩萨最需要看到非洲的菩萨是安呢，伫咧用心啦，专程转啦。予咱感动的呢，是菩萨愿意付出，唔惊辛苦，搬山越岭，来回几万公里啦，常常来来回回，一个国家越过一个国家，在非洲的国家呢，就是安尼，为着救活众生苦。唔惊家己呢，会辛苦，安尼呢，真感动。搁再呢，伫咧思顺呢，所接触到遐个非洲的人，是遐尼只单纯，唔知影虾米叫做佛法。但是这群人来啦，所讲的道理是真好。我愿意接受，这是什么人讲的啊？哦，我愿意接受啦，我愿意安尼做啦，我愿意呢去帮助别人，真的足单纯的啦，句句的话都听入去，身体力行，真正是较舒服。发言啊，结真深诶！地主伫诶遐啦，伫非洲啦，希望因我那会当一一转苦啦，会当得发发喜诶快乐，转变因诶人生，会当呢制造呢转一个来生诶因缘，福德。要为众生转苦为乐，转贫为富，伊嘛是同款。贫乏连一个贫乏，伊都无放过。这个贫乏啊，来向佛陀讲：我穷，我贫困，我真想要供养。但是我无方啦，一无所有啦。佛陀呢就讲：你有福，你会当供养啊。对多位有福来呢？伫你的三个机会，迄块菩提要落去啦，迄块就会当来供养。佛陀呢？连贫乏三更尾啦，一角
伊都要甲化缘过来，可以有因缘呐，也会当造福共用。即当阵，咱也是同款安尼，去甲伊辅导，得当啊岁月的精神，将心供起，因同伴一线一角，因感觉有意义，做会到，呼吁大家安尼做，这些因嘛要做好啊，才袂生生世世伫遐尼贫困，过去生无做好，今生呢断掉啦，有人来甲教。知影啦，来去甲人讲啊，一点滴呢，会当汇集来帮助人，道理知啦，愿意付出，愿意去宣导，去集合，搁再呢，倒位有病人。虽然甲我无熟悉，我要去甲伊帮助。这不管是顾病痛啦，或者是帮助呢，病得比家己搁较病的人，因愿意去付出。啊，足济故事啦，听是真感动。所以啊，咱有法度。唔通呢？认为啊，贫困的人遐多，苦难人遐多，哪有法度啊？一定爱真明确，有信心，甲大家人讲有法度。只要点滴加入起来，加一点，加一滴。无影响到你的任何的生活，点点滴滴汇加起来，都会当去帮助你，去祝福之间，这就是佛陀对咱的教育，从小至大，都亲像特别是经文的意境。向大家人讲的话，是三圣人。为利烦恼，以无染着自清净地。这甘是伫咧解说拄则讲的话。人间呢，有遮个非洲的菩萨，从台湾呐、啊、的因缘呐，安尼呢，来走去非洲呢，寄到非洲去啦。安住伫迄个所在，就亲像修行人、三圣人呐、啊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，真诶三圣人，大中小圣一人，大圣诶人，做一个，来，大家人来集合吧。甲你讲，咱大家人会当来甲遮个代志，爱多了解人间啊无常啊，用心好好呢，安怎样把握人生机会？那我甲迄个新闻。来，恁有听到无？这就是法啦。
人生真苦难，你受真多的苦，这些苦呢，就是安尼累积的啦。了解了这人间，就是安尼的因缘。现在啦，有人愿意，在这个所在，要甲咱带，咱都爱安尼对，那是声闻应感。对着菩萨，安怎来行来修啊？迄个所在，我嘛是该当作三圣人呐、啊。在菩萨去到迄个所在，一该讲起来，就足投机的开始呢，因都会当带咱遮个菩萨入去。甲遐个群众都了解，都互因知影方法，真呢，就是互因知影要安怎样脱离烦恼，用无染着的心。我毋是干那顾我家己，我即马知影啦，有菩萨来甲我讲。我应该呢，爱去帮助人，帮助人，咱唔通干那顾家己，亲像伫东辉，咱伫马普多迄个所在，有两三千位当地浙江的亲戚，现在呢，贝拉港这个所在。是受灾的地方，两个所在呢是差一千多公里。受灾的地方，咱拢唔捌哩。有灾难，咱去甲救济。有几啊个国家来到贝拉港，当然啦、啊，马普多这个所在的经济浙江。甲带来啊啦，带来啦，就开始呢。啊，看到遮个人的苦啊，受灾难呐、啊，比阮伫安定的所在，的苦呢，苦多啊咯。我愿意发心来这个所在，甲因长久住伫个遮，我来培养因。要安怎样走入自济？用自济的方法，唔是干那顾家己，也搁在顾大家人。要安怎样让大家人心会快乐起来？这呢，就是因缘。南非有南非的起头的因缘。莫山比克有莫山比克起头的因缘，这两边拢有起头的因缘呐。那汇集来到现在所需要的地方，咱大洞、一道、东道的菩萨来到这个所在，要来度迷途的人。这就是佛法爱在人间，所以要在人间呢，一定将孝忠之待。啊，这拢总是啊，在心里啦，先打开烦恼啦，离开烦恼，爱心内心呢，一爱有清理。把烦恼无明拢破除掉啦，爱顾好心，迄念的清净，就是发入心啦，了解啦，无受其他的烦恼再影响着，安尼呢，清净的智慧一步一步可以清楚明了，所以断惑正理。啊，免阁烦恼啊啦！
卖个受这个杂音呢来困扰啊啦，就处地自用啦。这就是咱爱用，咱爱生灾啦。知影了后，咱才会当用方法过去啊。菩萨一定爱断习正理，即处地自用，这个地地会的用途啦，就是要让咱了解啦，这道理呢清楚啦，烦恼无明要给断掉去啦，才有法度呢安心来了解道理啦，这就是地会自用啦，也要分别地叫做分别地啦，也要有这个分别地，那知影一个人的性命会当影响真侪人的价值，这就是地。那度诸众生，立佛无量地，咱爱一地呢，在人群中，在众生中啦，不断引导，咱才有法度呢，真正。接近佛陀无量的智慧啦，所以呢，相信不是知就好啊，相信是你爱去体悟，你爱去身体力行，你爱真正去做，做到呢，你身心皆欢喜得自在，安尼呢，就是真正断习正理，你还阁真甘愿。我真欢喜去做，唔惊众生的困难，唔惊众生的无明，唔惊哦，总是呢，真正会当圆满呐，法喜充满吼，这爱有安尼啦，断习正理，就是这个地，这个地呢，就是爱去度众生。爱度众生啦，救度众生，才会当入佛的智慧。虽然讲来反反复复啦，但是呢，都是袂用离开这个道理，路都是安尼行啦。所以啊，会当了解这理念，咱都会当接受佛陀经典啦。是经文来看，咱都会当真了解。所以呢，经文的文呐、啊，经典的文就是安尼讲：自所说法，随机而起。所讲的话，就是随众生所需要，迄、那个道理，咱听到安尼的道理啦，众生是苦啦，是集来的啦，咱呢伫这个道理的面顶，咱都爱投入去付出，这才是真正回合道理，所以随机而起。道理的气象啦，都是众生的疾苦。菩萨都要加入这个道理去，去拔除众生苦。所以，该以实相不相违背，这个真理啦，不是干那听啦听啦，啊讲啦讲啦，传啦传啦。干那安尼，无法度呢，去改变人生的疾苦，真正都是爱去，去都是去，回归回来就是安尼，
去付出，回来就是原来的道理。所以无相违背，这就是实，这叫做以实相不相违背。咱去回来，站在这个原点，倒回来也是在这个原点。所以若说俗间经书，地势语言，自生业定，皆顺正法。咱人生搁个安怎讲？好事啦，就是爱做啦。过去的人讲的呢，你爱做好事啦，才会得好报啦。古早人嘛安尼讲啊，分呢更清楚呢，甲咱解释吼。所以啊，那该顺正法啦。接落来这段文就讲三千大千世界。六慈众生，心之所行，心所动作，心所喜论，皆摄在此啊！虽未得无量智慧，而其意根啊，清净如初。这样，六慈包含六慈的众生，那心之所行，天有天人的善行啊，所享受的环境；人间有苦乐参半，地间呢下有苦，苦顶呢无法度穿开迄种的苦。这不管什么款的世间，都是隆重有所求的生命，那种所求的心啦，以所行为的动作啦，是什么？或者是心呢？敢那想想道理好啦。我来传，讲到一大篇呐，空花乱坠啦，好像讲到真水。这六道众生呐，不管伊讲的是善是恶，伊的行为是善是恶啦，每一动作都是无离开善恶，这种的无离开呢，就是干那底下转，底下说。咱拢还阁伫凡夫，讲善做善，那些讲恶做恶啦，善恶呢，转伫迄个善恶的内底，众生无法度呢下定决心，无法度呢行善心不动念，我都真要做善，我要行菩萨道。但是我经不起人甲我讲一句什么话，我就退失道心，我就起烦恼。这款的人偏多啦，所以呢，菩萨道难行，
就是在这两心，这两心呐、啊，善恶干那底下牵拖着团转呐、啊，在迄个所在，粘贴、钉钉贴贴啦，拢总呢，在这个善啊、恶啊、恶啊、善啊，安尼旋转钉贴啦，这真辛苦。这就是六道的众生啊，所以心念所行处，无不皆是希望。讲咱伫咧修行哦，也心啊，也搁伫遮伫咧旋转，讲搁较济啦，咱也得袂着啥物啦，虚的啦，何里呢？讲甲真有道理。头头是道啦，什么都无做，这也是虚的啦。哪有法度呢？这接近佛地呢？要接近佛地，你爱去按怎样付出精力啦？都讲过了吼，所以咱爱知影，这虚论，咱若无身体力行，都。道理讲出来，咱无向前前去，迄、那个气向无行啦。你哪有倒转来归于道理的事呢？好啦，所以呢，这叫做虚论。地基，咱爱知影啦，这拢是空过、空讲的啦，空的啦，讲的拢是空的，因为呢，讲的无接受，无要听，无要做，讲的嘛是空讲的啦。哈、啊，甲你讲，恁奶拢无爱听，讲拢未听。这都是空讲的，讲的都唔做咧，讲嘛无效啊。所以咱爱知影，令诚心修持经的菩萨，爱持幻的激励如意典范，激励呢，就是真心力，讲要做。绝对做到底，这叫做激励，真是专心啦、啊！一去菩萨道呢，绝对无回头，伊的尽头啦，就是到道理呢，佛的境界，所以要激励如意典范，爱做一个，做给人看，给人呢。会当尊重，予人愿意对，如意就是大家人看到你的形态、你的做作，真正的心意，迄、那个心呐、啊，受影响啦，愿意安尼对你行。所以有时阵呐，那讲人未听，家己自开谈。无做到啦，所以呢，讲话人未听啦，缺记德行啦，所以家己爱赶紧精进。若敢若坐伫遐怨叹，会退失。所以咱要安怎讲话，予大家人愿意听，伊也会当有成就，家己也会当呢有心得。这呢，真正是爱彼此之间，咱爱激励啦，如意典范，要实实地其心其所运用。那么爱了解伊的心理，伊的心
是安怎伫咧运用，伊个心用伫倒位啦？咱爱真清楚，咱爱真知影吼。三千世界六道众生得因缘，六道的众生所得的因缘，咱要安怎样去给帮助？安怎样去给接引？这爱看因缘呢，就各道当来讲非洲，咱会当去接触着这些苦难人。也就是有因缘，啊，因为因真苦啦，才需要接受咱去给帮助。呀，咱有这个帮助的因缘呢，咱就开始有法入伊的环境去，哦，道理啦、正法，在迄个所在，咱改。看伊引导伊，予伊下当呢，也去引导别人。这呢，就是真正叫做翻转人生，一点迄种暗无天日啦，无有光，无有影，他咱也予伊一个引导啦，伊有法度。所以呢，六道众生得因缘呐，吸收机构有这个因缘，有人甲我正投机来甲我教育，我自然呢就会当受教啦，我自然呐就会当安呢精进，未懈怠，这就是因缘。就是爱发心啦，伫任何一道，咱都要去制造因缘，去度化众生，予伊呢会当得到机会来受教育，予伊会当精进啦。自然无懈怠吼，以是以正果，咱要安怎样去净化人？因的心要安怎样呢？予因有一个方向，去除烦恼吼。那咱家己嘛是啊，你讲的那是另外呢一个因缘。咱要用什么方法？啊，这个方法都爱咱家己，咱家己接受教育，接受机会，咱家己爱精进，唔通懈怠。咱家己呢，意志啦，唔通再染着烦恼，这呢，那安呢所讲的话啦，该合佛说啦，这就是世人有所思维，丢量言说啦，该是佛法无不真实啦。那一旦安尼啦，这个人，伊都会好好想，包括咱家己啦，都要好好思维，好好好来丈量，来家己呢，来了解家己有偌侪力量。咱了解咱的力量，加伊的力量，伊的力量再加我的力量，咱到底？有偌侪力量，咱会当做偌侪代志，或者是呢，咱的因缘有偌侪，咱呢会当对人讲偌侪话，啊，咱会听到是深是浅，咱家己思考，家己测量，
所以世人有所思维，咱家己爱想看卖，咱的力量有偌济，咱会当去付出偌济，这呢隆重呢，就是会当讲的话啦，隆重呢是佛法，那讲伫咱家己知，讲伫咱有体会，安尼呢所讲的无偏错啦。这隆重呢是佛法，无不真实，就亲像因经过啦，经过了这段时间，爱经过了万外公里的路，才会当到位，这拢真实无虚啦。啊，这些人就是拢安尼去做，是真实做；遐个人呢，就是安尼得救。是真实得救，同款的道理啦。是持经人，心有所思维，吼，静心照亮解说，无不解是真实法。亲像安尼的人，迄、那个专心，静就是专，专而不杂，叫做静。静心照亮解说，咱来好好想。真真实实的话啦，好好啊想，咱来好好啊讲。咱要讲偌远，要讲偌长，偌济人，咱好好啊讲吼。那无脱离佛法，无不皆是真实法，这拢是佛法。所以由心正果，思寸严淡，句句合法，无不真实。这些都是真实的，那些人生的苦难，苦啊，真实苦，恨的，所讲的苦是真实苦，因为咱看到了，咱听到了，咱现在嘛进行呢，要去安怎帮助苦，也咱家己也有苦啊，咱的苦，苦在呢。十念烦心啦，十念来烦咱的心，让咱进进退退呢，真多的苦吼。总共一句呢，无苦不人间啦。所以人间呢要互相帮助，会当教用心去教，接受的人要用心来接受，唔通呢？教你，你无要甲听入去，那这时间嘛是浪费，讲的假讲的啦，听的呢嘛白听啦，拢总呢不真实啊，拢总是空虚，时间也空过，伫这个空间呢也无所得用吼，在人甲人的中间无所事。这道理就是在这儿，时间、空间、人跟人的中间，讲话来就是在咱这个时间、咱这个中间啦。人跟人会晓要珍惜哦，请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。